欢迎收看又一期的欧文带你看布里斯本地产。我现在是在 Number One Agnes Street Sunnybank 这个房产的里面。这个房子一共是四个房间、两套卫浴、两个车库。地理位置我待会带大家看一下，先看一下里面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到了这个 Agnes Street 的门口啊。这个房子的最大的一个卖点不在于它的房子，是在于它的这个地理位置。所以我们离我们这边南区一个比较中大型的 Shopping Center 潘兰 Shopping Center 走路只要两分钟左右，再往那边走是 Runcorn 小学，学校也非常的近了。房子的对面就是一个小的这种小型的 Shopping Center， 里面有很多中餐馆。如果您正在考虑买这样的房产做路边的小生意的话，那这个房产就是你最佳的选择。